我们因为今天刚好看到，所以专程过来看一看。哇、哦，很棒，太好了，我、哦、很开心，太美了，太漂亮了。还未进入园区，就已经看到山头布满一片粉红，不禁让人少女心喷发。这里是位于新北市三峡区竹仑里的赏樱秘境大雄樱花林。大雄樱花林有相当丰富的樱花品种，有三色寒樱、吉野樱、香水樱、八重樱和富士樱，会在不同的月份陆续绽放，整个春天都能够欣赏到不同颜色的樱花。所以现在这个季节来讲的话，它是什么、什么樱花呢？三色寒樱、就是常看到阳明山常看到的平津街的和静樱和杏樱、天元宫后面那三棵也都是在讲它、三峡大雄樱花林原本是在地人口耳相传的秘境，但现在已成为爆红的热门赏樱景点。园区内种植大约4300棵的樱花树，共有7个品种，第一波已经进入三色寒樱花期，不少游客趁着好天气相约来赏樱。这个应该是第一个吧，其他的都还没开。今天有拍到满意的照片吗？有，还都不错。好天气再加上满园粉红樱花，照片是怎么拍怎么美，难怪大家都喜欢。目前来看园区7个大品种，现在第一区三色寒樱现在就是开花的时间，大概元月中旬是最盛开的。再来就是过年前后会有3个品种，八重樱、福尔摩沙跟香水樱，它会像接力赛这样子往下开。然后到最后的国历3月初会是吉野樱系列，有富士吉野樱、墨染吉野樱跟染井吉野樱，它会接力开下去。1月底前是赏三色寒樱的最佳时节，接着在除夕前，其他6种品种樱花也会陆续盛开，欢迎民众一起来赏花。记者沈金华新北采访报道。